立台湾台，天之娇女，剧情愈来愈高调。啊，你一个一个，哪有亲情来威胁我？我就送你去老地方。我是我小鬼。叶启，凤凰雪伤害是一个鸡。下一集爱收看《甄嬛丽彭文雪》精彩大爆影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《天之娇女》克里斯丹平价保养品。阿官，妈，卖乖，你若继续骗我，我今日到时恁会后悔。我拜托你放淑娟阿姨走，不然咱才有机会团圆。咱一个人，兼你阿妈一个，都气甲咱呢，要怎团圆？啊！我就送你做老爹啊！你规日是搞歹事好啊！一个一个要给我逼死，你慢慢来对台湾。你真不好路，你若真正顺眼话，你就给我做一做啊！我把这个面推掉，你就将来让用我的身体，我伫你身躯边，那呢，嘛等于是我永远陪着你身边。我不准上阿官。你就这样爱，这样。咱做伙去第一，请阎罗哦替咱主婚，咱来做伙去死。啊！啊！阿小姑，今日你这么好心，这么善良，安尼哦，就让我代替你陪这两个阿爸死啊！阿爸！敬请准时收看精彩大报应。这台就是咱今日的主角 Star One。今日我要在场所有人看到伊世界 Number One 的爆发力。这台 Star One 就是我干妈的手。你会当行到这步，实在是真无简单。咱已经伫碰见啦，俺所有研发资料拢伫遐内底，风头起，咱都袂了工啊。你赶紧来找出来！我是我无好啦，一个查甫人去用离婚，搁倒转来，马生，啊无名也无份，煞害你去用讲是我伫外口偷袭。伊就是爱红是上好的频道，那有非常好啊！车长的总经理拄啊好换。好心是检查官，这就是阮家上矛盾的所在。那我是办案神探杜承恩检察官呢，你来太太呢？这么想就快，就是一定要抓到迄个仙面女啦，查清楚阮爸爸和王王的代志，阮家才真正会当一家团圆。仙面女郎真神秘，无人知影伊的身份，还佫有谁做甚物款，伊有一个专属标志，就是山茶花。这是我的车祸现场找到，只要找到这个 VIP， 应该就我都找到，过来咱新车发表会。我只是要你伫个新车发表会和叶志成闹，想跟你大叔大姨来应点铁照。咱高二哥本来就是兄弟，你不信，就我跟你才是亲兄弟。伊只不过是一个有野心的话，只有咱两个人是大叶集团继承。我相信有你伫个，我一定会当了，只有人生千面女郎我都成天。我要打造一个全亚洲最好最大的店，我要找这个人叫做 Bridget。 亚惠如果去业界，一旦没烦恼，一旦没放心。人家说哦，好亚人会帮我拍打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哦，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。不管你变做什么样，我都已经抓到你，传说中的千面女郎。买酒船真简单，黑了船是爱我讲的才准死。亚婷，阴暗八点，熊熊的台语八点档，一家团圆。